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随着主裁的一声哨响，比赛现在正式的开始。随着转播的镜头，我们来到的是海口观澜湖训练基地。今天在场上对阵的双方是来自于2022中国太平中国足球协会女子超级联赛的武汉车谷江大和山东体彩。谁给过来？重点是打，能不能拿得到？他们扎身后，这边直接打反位置。他们扎，外围直接打，就给进来门前。直接打门了，门前，这边直接打门了，球进。第43分钟，韩鹏凭借定位球，出来之后交到边路，拿球直接摆脱，看来踢的还是非常流畅，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时间上的耽搁。这边出现失误了，塔比莎打门。却位置不错，打了这一脚，哎，这边在前已经上来了，后面有横向的拨球，转身，再观察中路这边，好，库图瓦，这时候主裁吹响了本场比赛结束的哨音，那这场比赛，武汉车谷江大和山东体彩最终战成了2-0，武汉车谷江大完成了自己的5连胜。